分享我的音乐，分享给你。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能担得起天生的歌者，估计只有云朵。羌族出身的他，造就了他完美的嗓音。每一次的演唱无需太多技巧，更甚于他跨过三个八度半广阔的歌声疆域。曾经被无数人当作励志神曲的《我相信》，让每个人听了之后都会有用不完的勇气和力量。经过云朵激情高昂的演绎之后，歌曲更是上了一个档次，高音也是直穿云霄，宛如天籁的歌声带给听众莫大的力量。全充满着浓浓的中国本土风情，是乐坛大姐大田震在2002年大热的歌曲。云朵的翻唱简直给歌曲加分太多，婉转而忧伤的嗓音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把作者表达出的那份对自然人文景观的高度赞美和无限眷恋展现到极致。他是否也换了容颜？看那大火之后，感情生活也是粉丝十分关注的。这不近期云朵就和两个首次登台，两人甜蜜献唱一首《手心里的温柔》，这是师父曾亲自作词作曲写的经典，没想到如今竟被两人唱成了情歌，不知道刀郎听到之后是什么反应呢？手心里的温柔爱到什么时候，爱到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